大家就是高慧君，掌声欢迎高慧君。慧君姐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你，什么什么？现在电视上看到你，真的哦。然后现在真的亲眼看到你，觉得好开心、哦。谢谢谢谢。对呀、啊，说到电视呢，我们知道最近你看这个《大爱电视》连续剧，对不对？对，刚播完，就是大爱电视的一个剧叫叫水板桥的真谛，水板桥的有看的举手。哎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多人看？我有看过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然后这部戏真的是同时段收视率最高的。其实很高兴，因为这次有跟另外一个，就是除了大爱台之外，在中天也看得到。是。所以很多平常不看大爱台的人，他们看到大爱的剧，所以那首歌主题曲也变得。询问度很高很高，真的。对，我从来没有唱过。对，然后今天想要在这个舞台上，对，要把这次的机会献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。然后其实我现在很困，因为刚从上海飞回来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母亲节那一天，我怕自己也在忙。今天一定有很多的妈妈也是出来先过母亲节，所以我今天要勇敢的。虽然可能会忘词，但是我不管，我今天想要唱这首歌，就是《心中的阳光》送给大家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高慧君带来《心中的阳光》。谢谢。是
谢谢。新竹的阳光好好听哦，因为你说你刚从上海飞回来台湾，马上就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。一定要的，因为在这边要就是预告一下，因为我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妹妹，她们即将一个要出专出单曲，然后一个要出很棒的摄影书，就是非常土地跟人体的一个结合的摄影书，所以今天特别飞回来帮她们两个就是加油打气，她们终于就是努力有成果了。没错，在今年七月份同时都要推出了。对，那这两位妹妹很贴心，知道你很累很辛苦，现在要上台来跟你一起演唱歌。哦，真的吗？这么贴心，很贴心，对对。